他都喝麦茶，你知道吗？麦茶像这样子的，纯的麦茶。然后我就陪他去厕所，整个头发就是在马桶里面，我要把它捞起来，抓住他的马尾。大家看这边，那我来，3、2、1，卡哇伊。耶、yeah. ！你要说一个你做过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，然后如果在场有人做过，你就输了。那我先好，我上飞机前喝醉，没有吗？杨锦华做过，你有吗？哦、我输了吗？我上飞机前就醉哦。对啊，上飞机前就开始喝。那我讲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就是在飞机上喝过酒，因为我就遇到他，我遇到他，然后很开心，然后我们就在上飞机前就先去。休息室喝了，在飞机上我们两个中间本来还隔着走道，那旁边没人嘛，然后我们就已经这样子聊到空姐说，哎，你们要不要坐一起？对，我们两个坐一起，然后姐就是我就喝了喝红酒，对，她就喝麦茶，你知道吗？麦茶像这样子，纯的麦茶，就大概这样的量，嗯，然后小姐说你要不要加冰块什么？她说不用不用不用，然后就是上厕所就没有出来，然后空姐是说你要不要去看她一下，然后就。把他扶出来坐好了。空姐问我说：“你要轮椅吗？”我说：“不要，不行，因为轮椅是我推。”我说：“不要。”人家看的是他。对，还好他头发全部都盖住，说整个忘记。然后我就陪他去厕所，再吐一次，整个头发就是在马桶里面，我要把他捞起来，抓住他的马尾。那次我真的不知道，那次是我唯一一次在第一次在飞机上，第一次，然后也是唯一一次，我最后就再没有了。而且我第一次见她老公，就是把她交给他，说还要确认照片是这个人，不是。然后因为老公也没见过我，我想说他会觉得我带坏他老婆，应该是会啊，不会。我在打麻将的时候，有人有拿过13幺吗？你是跟谁打的时候？跟吴康仁打的时候吗？吴康仁是他输我13幺，你挂号给他，你叫他证明13幺。好，13幺是啥？13幺就是1到13，没有，就是每一种花色都只有一张啊。哎，我问你哦，哎，你在忙吗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先可不可以你诚实的、大声的跟大家讲，你是不是有放呛给我13幺一桶过？有，各位同学，有，他说有。为什么要证明这个事情？我改天再跟你说，就这样了，没事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好光荣、哦，有。